我是为了祖国出来效力的，大家一定要非常入戏。你如果在中国，你早被抓好吗？我是为了祖国出来效力的，大家一定要非常入戏。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，我们去哪儿领钱？我们没有领钱的，我们爱中国文化，我们不要中国分裂。哦，哎，我问你，这个活动一结束，我们去哪儿领钱 ？Back to home。Back home。你们享有了这个游行的权利，是因为你在一个民族国家，在中国你没有这个权利。你们还有脑子吗？你如果在中国，你早被抓好吗？赶快觉醒！你听他们这个口头禅一直没变 ，Xi Jinping。